隐匿于门后的秘密，在此蕴含生机与毁灭的创世力量，沉睡数千年，等待苏醒。自久远的太古起，宇宙间存在着终极的力量，神把它带到新的世界，方舟核心，创世之力，人们如此称呼。它可令文明繁荣，奇迹屹立，也可使世界终结。它是创造的力量，亦是毁灭的力量。有人渴求它，有人守护它。两大阵营因此战无止境，烽火难休。于是神明将它封印，令人类不可触碰，直至今天。